哎，王副托，我看你人是啥子，是叫你先走嘛？今天敢不敢让我先走？这有啥不敢的？我先走，你别说不是。走，这倒是我不定啊。来，先生走路。走地炮。红炮。上马。上马就上马。请阻止吗？神炮！我就要那弓箭，你敢不敢弓？出去。 四脚炮，记住。哎呀，你终于拱起来了！我以为你不拱啊！哎，拱了。笑掉。对呀，这不就笑掉了吗？拱过来有啥用？听明白吗？你这就相当于给我帮忙，上马。 再出去，送贺车，打吗？哦，这就打呀？嗯，打得坏掉。哎呀，这看就害怕了嘛！哎呀，不动的马子要打，这叫战略。哎呀，平炮，就这，你是真怕了我看。你先放手开了吗？ 来，上射就上射。飞翔。会翔。小心一点哦。静坐。你把这个也拱起来了。小心一点哦。人家小心，小心摆这里还不小心哟。 我自己有妙招。哎呀，我以为上马以后我炮打了他就缺兵种了嘛。笑啥呢？哎呀，还上个射？射住！警觉！警觉？过不过？警觉！警觉就警觉。 咋的？现在不能了。来，你给我炮，哪炮呢？哪炮呢？回我心了。回马。才炮呢？现在咋办？哎。黑炮。停住。马回我心，不是也红吗？皮炮打射，皮炮打射，行不行？ 紧逼！我试试啊，平局来人家画紧逼的吗？不紧。裁掉了，兵裁掉了。不敢套路出牌，不敢套路出牌。看，回马。回马。 你再别上上来了，可以吗？进去。哦，我这刀法嘛还跟我比着，我看着就是害怕了。是。哎，我看着就是害怕了。咋的？我再吃一个小。进中左。打掉。攻掉。 我再吃，再吃，将军啊！你下去，投降算了，我这刀法你能扛住吗？下来。哎，你能扛住吗？啊？再吃炮吃死，你还咋办呢？让斧头我投降还早呢。听吗？哟，挂炮呢？嗨，那越挂不越挂起呢？随便。 后退一。看，咋办？哦，那上马的人呢？平车。将军，还什么挂没吃吗？上马吗？哎，我出来，他挂掉的是从出来再到脚，你看嘛，全是光蛋蛋。将军。嘿嘿，上来，有肉吗？ 来，退去。退去。上马。
大白，吃冰冰啊？嗨，贼少吗？少那种钻吃的，一往中了什么？大脚快大脚！你看咱这个卧槽就卧死了吗？大脚跳嘛就撅啥掉了？脚脚。哟，我哪里不晓得撅啥掉？咋啥呢？退去再一脚。哎呀，咋啥呢？来，上上。先退一把。这下边个卧槽咋办？跳嘛，再跳嘛。哎呀，跳嘛就有了。脚脚。下来了。四个多脚了。都加不用再加、啊、谁还要死呢？看吃没吃？他是吃死了还撅他口的后面，能游泳吗？跳了，跳满了。日跑死的大，看见了吗？哎呀，说死了。听去、啊。你看他害不害怕？哎呀，日操死的我，他害不害怕？我跑都不要，将军。说的，我跑都不要。会吗？会吗？他跑的不，跑是都快吗？将军。看着就是嘛。那老将出来。将军。吃马了，带马了，先吃马。哎呀。吃马了，开始。那带马了。对对对，先吃马。他妈呀，就是叫就叫死了嘛！妈，叫那上来的，那他跳吗？哟，还是叫不上。哟，再吃一把。嗯，咋的？将军跳马一叫。将军。想飞掉？飞掉？这张。哟喂，他妈敢走吗？再叫。混吃饭了，上来练啥叫了？上来，哪有练啥叫的？我咋就不小心啊？对。将军，来跑边上，好点个，他再也不给我咋放呢？你给我说，推举一脚，再脚，跳马一脚，嗯，好嘞，来，跳马一脚，下去了，将军啊，是差点个头多，进来，看你咋办，只能进了，进来，我操一脚，平局，哎呦，我还是叫不上。嗯，我跳嘛，跳着钻石了，跳死，叫啥嘛？再叫跳死，哎，将军，那只能出了。我出来了，他钻着呢，啥叫？哎呀，叫啥？谁叫啥谁呢？他干嘛？哎呀，他干嘛？将军，咱不僵死了吗？哎呀，咱这不僵？城市，哎，吃死就。将军，那吃啊那真吃的，进来，跳马也上来了，回马，回马子叫将军，咦，我再出来，完了，再叫，完了，进来，那歪了，我就不行，再回马，再回马叫嘛，上来了，再叫，长江叛父，出来，哎呀，我的头也我的妈妈，我听咋叫咋叫嘛，还叛父，谁管叛父呢？他谁牛逼来给我拍个符我开卡又耍赖了你进来真是开始耍赖模式叫就上来上来石头子叫来石头子叫来给我拍个符我卡那紧那有车准过来了白叫了六六这会是白叫了白叫了啊都死了这就不有了有那将军那个对子啊只要把子女打不有了死了还试试马吃肉，哪个去打死呢？马吃肉，刚吃嘛，该吃了是吗？吃吧，要吃就吃。来，那咋的？我还有个跑呢哦。点击吃嘛，点击。将军。哦，那点击。那咋的？出门了。哦，哪个出门了？上来了啊。退去。哪个出门了？哪个出门了？行吧。完了，马后跑啊！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马后跑，我也马后跑，拿快拿的马后跑，那谁说呢？将军，将军，可以放谁的秘密啊？咋走呀？那是叫啥对决的吗？咋办？那不走，下来，这不叫死吗？这不，继续叫，再叫，这几声，这再几声，来，啊，再吃掉将军，走哪去呢？别杀不急，孩子那挣扎呢。我就卖人吧，哎呀，我。
我咋样叫进去就叫死了嘛。就哎。